超巨大快筛盘，还有超粗的棉花棒，整组快筛试剂就这样穿在小朋友身上，上面还有确诊两条线，很特别。怎么说？很有创意啊！疫情这样就很流行啊，是有创意的。万圣节快到了，高雄有妈妈创意爆棚，民众看了喷笑。今年全台笼罩疫情，确诊快筛真的会让人惊惊。让人最害怕的事就是确诊嘛，那所以就是突发奇想，想说啊，那我就做这个潜意的，然后就可以去让他们参加比赛。两个快筛试剂，妈妈说成本很便宜，大概只花200元，没想到网友反应超热烈。另外还有超夯的僵尸展，迷你小僵尸，妈妈透露小朋友原本抗拒扮鬼，到最后超爱穿，万圣节扮僵尸和道士，模样超萌。屋顶上超大尊的晋级巨人，去年万圣节已经超火红，今年再度登场，人气不减，不少民众已经抢先拍照打卡。遇到风，它会咬，就好像是真的一个巨人在上面在摇动。还蛮有趣的，就变成小朋友很喜欢的一个点，这样。小朋友的万圣节已经不比扮鬼多可怕，现在比的是妈妈的创意，让网友们说已经成为妈妈们另类的劳作战场。记者高雄、台南综合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在呢整个的雾化器里面就持续的喷雾清消，非常安全，也不会伤身，你直接呢接触你的肌肤也都没有问题，没有疑虑的，可以上快点购。还有这边呢有辣气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 我辣气，可以享有折扣优惠，请大家好好把握咯。